黄的一路行来无人见，吓得我胆战心寒。所在，父母恩爱，生下我春生，自细汉用心栽培，宛如掌上至宝去一般。我的父亲，一旦我的母亲，时常对我春生教导，男子不可一日无权。虽然踮在家中，不予春生我，令得烦恼加轻啊。严格父母对我的教导，我时常谨记踮在我的脑海内，我着爱会记住。当然，渐渐长大成人，每日勤读圣贤诗，就是等待科技到位。即处喜欢听说，已经开设课堂。我离开家中，识别着爹娘，希望往前行行。能在这处顺利，喜邀两门，也会当报答爹娘对我养育所恩，心肝内非常欢喜。人讲人若有希望，有梦就有水，所以讲我满怀的期待，在朝为官，会当倒转来共襄耀祖。待看是不是无啥，再行几步就是啦。Yeah, I'm a